作者白日放歌，演播穆思维墨玉千金。2043集。伊莱尔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爷爷一直以来对于自己都十分的严格，从来没有这么肯定过自己。当然了，张凡明白爷爷对于他严格自然是有爷爷的道理了。爷爷现在过得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还有啊，快点找个女朋友给我们老张家传宗接代，林家那个小女娃子就挺不错的。你呀，别老是挑来挑去的，最后挑花了眼。同时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爷爷还没老，有一些事情爷爷可以解决。切记，修炼中打牢根基才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就说这么多吧。张凡还没看够呢，信的内容却是戛然而止。这老头子话总是说一半。张凡看着信纸轻轻叹了一声，他嘴上虽然抱怨，可心底却是开心。这么长时间了，终于是有了爷爷的消息了，另外他也终于迎来了爷爷对于他的肯定。这时候门外传出了一阵的门铃声，张凡拿起平板电脑来看了一眼，来人是黄青云。张凡用遥控器把门开开，很快黄青云便到了客厅里面。凡哥，我凯旋而归了，你猜我这次赚了多少钱呢？多少？整整50000块呢。喏，这我从当地给你买的特产板栗，比咱们这街上卖的好吃多了，你尝尝。黄青云说着把板栗递在了张凡的面前，张凡剥了一个尝了尝，味道和口感的确比本地板栗要好得多。凡哥，你最近有没有打算出去接个活什么的？暂时还没有，前段时间一直在外奔波，打算这两个月好好休息一下，等修炼碰上瓶颈的时候我再接个活历练一下，争取突破瓶颈。哦，这样啊。怎么，你又想接的活？我这次出去是为大北县方怀村村长赵大宝的儿子去除邪祟，那邪祟道行不高，就是找他花费了一些功夫，所以才用了这么久。其实呢，我也没什么想接的活，就是我跟赵大宝聊天的时候，他跟我提了一下他们村的一口老井，自从20年前发生过第一次坠井事件以后，往后每隔3-5年都会发生一起坠井的事件。咱们的文化里面讲究的是入土为安，在第一次坠井事件发生以后，曾有两个村民下井找尸体，不过那两个人也再没上来，往后再有人坠井就没有人再下去找了。他跟我说完这事儿，就让我产生了一些兴趣，同时也动了恻隐之心，想着帮村民们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，免得以后再有人坠井。据赵大宝说，早在40年前那口井里面就已经没有水了，我怀着忐忑心情下了井，果真如同是赵大宝说的一样，那井底早就已经是干涸了，地面都是坚硬黄土，空间也不大，看起来不过是20-30平米的样子，而且井底四周都是封闭的。另外我也没有从井底发现丝毫的什么特殊气息，不算那两个下井捞尸的，他们村已经死了8个人，这井底下应该有10个人的尸骨，可是我下去以后发现井底连一根人骨都没有，这很奇怪啊。张凡听了点头说道，这的确是挺奇怪的。这事儿我解决不了，所以就没有逗留。临行前，村里面一个叫赵连强的老头给了我一本方怀村的地方志，那里面也有一段关于那口井的描述。此井现于民国初年，饮水之困骤解，五载过后井底出现异象，有流银浮于水面，民惊惧，为大神降临，皆跪拜之。是日重归平静，民复饮井水，亦有秋毫流饮，饮用者孩童长寸，壮年体日健硕，古稀者健步如飞，此乃神赐。哼，背得挺流畅啊。张
张凡听后笑了笑，黄千云也是嘿嘿一笑。民国五年的时候，井底水面出现了一层银色的液体，第二天这银色液体消失，村民们再次喝井里面的水，可打回的水依旧蕴含了银色的液体。孩童喝了以后长了一寸，成年人喝了以后身体越来越强壮，古稀老人喝了以后可以健步如飞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这银色液体是水银，人喝了不仅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反倒会中毒。所以你怀疑这银色液体是聚元液？对，有关聚元液的记载是这么说的，聚元液形似水银，大多数情况下藏于水中，没有毒性，也不易挥发，正常人食用之后身体会变得强壮。所以这聚元液无论是形态还是作用，都和赵大宝他们村里面出现的情况是差不多的。张凡听后轻轻地点了点头。聚元液顾名思义，聚集元气的液体，只不过龙须草是聚集天地灵气，而聚元液则是聚集天地元气。聚元液也和龙须草一样，只加快元气的聚集程度，提升人的修炼速度，并不会让使用者根基不稳。如今张凡的手里面有大量龙须草，可以让他的相补之气修炼的时候事半功倍，可长此以往，他相补之气会把真气实力给落下，两者将不能齐头并进。而若是获得聚元液，增强了张凡的真气修炼速度，两者齐头并进，那绝非难事。这对于张凡来说可以说是如虎添翼的。千云，你对这个事情有兴趣是吧？有啊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咱们明天出发去那个方怀村，看看这井底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哎。黄千云立刻点头。两人在张凡家里面睡了一觉，醒来后已是下午六点。两人去学校对面的烧烤店里面吃饭，刚刚坐下便看到两道熟悉的身影推门进来。张凡在他们身上扫了一眼，黄青云一把目光投了过去。嘿，原来是这两个家伙呀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你的收听。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留言。